我觉得排行榜要再讲一下。设计之恋，哇，什么鬼啊？麦闹啊，好不好？这个也跟大侠太像了吧？现在排行榜先讲。装备排行榜第一名的玩家，第一名是木奇啊，看一下人家第一名呢、啊。啊，都没有聊天室啊，那什么钱啊，什么钱啊，要逼我去找。